修门。这次呢是在 Richmond Hill，然后今天呢过来之后，客人说有一个门关不上，然后调一下门，这个门怎么着也关不上，所以呢这个门呢就是热胀冷缩一个方面，然后呢就是可能变形了，然后今儿来调一下，就是这样，OK。这个门呢调起来就费劲了，调来调去呢还是胀，这个门的宽了。这门宽了，这个框呢变窄了，所以这门呢调完之后也不行，只能是还得要切到这个锁眼这块儿都是胀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门呢调完了，又调又切，还有刷油漆。这个门是因为这个门太胀了，已经没得调了，就是这样，关好了，OK。边上也切了，就这样，OK。